哎、欸，要不要跟我聊《圣斗士星矢》？先聊塞尔达。塞尔达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、欸，好玩吗？我真的想买，我最近你才刚开始。那你把我想得太老手，我连塞尔达在玩什么我都不知道。这还有办法聊吗？那你有看《航海王》吗？有。好，我跟你讲，《航海王》，我只知道黄金梅里号，其他我都不知道。这就是我刚刚的感觉，我们无法聊天的感觉。哦、OK， 好，那大概是这样。鲁夫我知道啊。他什么特长？他的特长就是伙伴一个都不能少。错。哦，我想起来，鲁夫有那个伸缩自如的。伸缩自如的是另外一部吧？橡胶果实。那是猎人吧？伸缩自如的爱啊，不是啦、哦、那是 A 片吧？不是，你们这边我们这种正直的人想的就是正直男人的样子。Sorry 啊，我就写新生的小孩，不然嘞，罕见的生物就是我们。什么生物？在讲伸缩自如，我们只想到完全不会想到别的。不会、啊、真的吗？完全不会想到别的，从来没有在想其他的。怎么会有？我会想到什么东西伸缩自如的？没有、啊、毛毛虫啊。哦，那也许吧，但它是有点皱褶的、啊。海葵啊。啊、是，那是我见识太浅，是不是？什么？好，总而言之，这个天又死了。对对对，对不起，我又把它聊尬了啦。好，那我就问比较。我为什么会聊到伸缩自如？因为在讲鲁夫啊。那你最推荐的卡通是？哇，有太多嘞。嗯、因为我最推荐那一部我忘记名字。我等一下再。我到时候再给你看那个。其实我蛮喜欢这种，每一个话题都死，每一个话题都全死哦，死光，没有东西可以聊。嗨，我是 Sandy 吴珊如，这是哈西。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